这是相距40年的两组照片，一组是1979年，法国服装大师皮尔卡丹来到中国；一组是2018年，杜嘉班纳以“我爱中国”为主题发布的宣传照。第一组照片被解读为中国对外开放的强烈信号，意味着中国在消费和审美上展开了一次崭新且陌生的拥抱。第二组照片却被解读为辱华事件，遭到全面抵制。为什么会出现这么一个巨大的一个差别？我觉得其实背后是看照片的人他的心态和眼睛发生了变化。79年那张照片呢，中国就是长成这样的，皮尔卡丹要卖给的消费者就是他身边的那些人。但是在2018年，中国所有的消费者认为说，我不再长成你后面的那些人，他不代表中国的主流消费者，所以你仍然用这样的符号，这种高高在上的一种信号，说明你并不认同今天的中国。你虽然表面上觉得爱中国，但是你不了解什么是中国。那些贩卖商品的人，那些试图把一些欧洲西方文化符号和东方做融洽的这个过程中，他们的姿态本身让中国消费者感觉到不舒服，所以产生了一些巨大的落差。当中国打开国门与世界相遇，两种不同的节奏、频率、能量在碰撞交融，中国人始终在思考自己应当以怎样的姿态面对世界。经过40多年漫长的征途，一代中国人终于找到了中国制造的时代密码，还原就是创造，还原到中国人的生活本身，从这里找到需求，和14亿中国人的生活一同成长，就是真正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的力量源泉。2019年双11购物节，国货捷报频传，在化妆品领域表现尤为抢眼。领跑的国产护肤品牌中，大多数都主打物美价廉，然而却有一个异类。这是林清轩的王牌产品山茶花润肤油，30毫升促销价597元，与国际一线品牌的护肤产品齐平。去年双11，就是这瓶润肤油5分钟内线上旗舰店的13000瓶全部售罄，线下售卖更是突破10万套。这个让消费者心甘情愿用进口大牌的价格购买的国货究竟是什么来头？成功的秘诀又在哪里？孙来春，林清轩创始人，他说，品牌创始的契机其实就是20年前看到国人对外国品牌的推崇而受到的刺激。2000年我头一次去法国，有人借我的护照，然后排队去买法国字的英国字的护肤品。我当时跟一个随团的大姐去请教，我说你买的这个品牌您知道吗？她说我管的呢，只要是法国的就等于好。当时我就想，有机会我要创造一个中国的品牌，就像法国品牌一样被本国的消费者喜爱。2003年，孙来春经过筹备在上海创立林清轩，然而他挑选的却似乎是最艰难的时机。2年前的2001年，中国加入 WTO，化妆品的进口关税将在5年内从护肤类的25%和美容类的35%分别降至16%和10%。中国化妆品工业面临来自国际市场的巨大压力。同时，跨国公司也开始了吞并本土品牌的脚步。
就在林清轩成立的2003年，著名国产品牌小护士被欧莱雅收购，如今基本销声匿迹。5年后，曾连续8年获得国产销量第一的大宝被强生收购，辉煌不再。2011年，另一著名本土品牌丁家怡被法国科帝集团收购，字字淡出。北京日化协会前秘书长刘静安曾在媒体发出警告，民族日化品牌正面临着全军覆没的危险。很长一段时间里，进口品牌一度成为了品质乃至身份地位的象征，不少本土品牌为了显得洋气，吸引中国消费者，都会给自己起个外国名字，折射出的是国人对国货的不信任。孙来春却从没想过要给品牌换洋名，林清轩这3个字来源于他高中时的笔名，这几个雅致的方块字中有他的初心。我们希望用中国文化创造国际品牌，而不是简单山寨一个外国的文化。我在17年前决定用这个名字时候是吃亏的，最近2017、2018、2019突然好多消费者说我特别喜欢林清轩这个名，一看特有中国的味道。一个名字经历了10几年之后，它的内涵在消费者心目当中是发生了一次改变。态度改变的背后是观念的改变。2019中国消费品牌发展报告显示，95后对国货的认可超过进口品牌，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正在爱上国货。孙来春深知林清轩如今的成功来源于自己的努力，更归功于时代，国家的强大，国民的自信，本土品牌的奋发努力，在这个新国货时代携手合力，互相成就。当文化自信的大国崛起的时候，具有中国文化和基因的品牌未来会走得远。我希望林清轩真的可以成为百年老字号，让无数的年轻消费者一直喜欢这个品牌。在林清轩里，我们看到了中国人的容颜，在家家户户生活必备的民生品类中，更多的中国故事正在上演。本台消息，近期湖北省武汉市等多个地区发生国家卫健委通报新的多例肺炎病例，现在还是有出现。2020年初，新冠病毒席卷全国，立白第一时间捐赠2亿物资，1万多吨消毒除菌产品，1000多台物流配送车，穿梭在40万公里的路上，向全国363座城市、2000多家医院传递着温暖，用实际行动证明着民族品牌的使命与担当。成立于1994年的立白，经过短短20多年的发展，走进了千家万户，将洗涤剂销量做到了全国领先。中国在1980年代，很多人家庭是没有洗衣机的，到90年代以后，它成为中国中产家庭的标配。所以有了洗衣机以后，就会有洗衣粉。所以你看，立白它就是90年代初以后慢慢成长起来的。众所周知，自外资龙头宝洁发明了合成洗衣粉后，旗下的汰渍品牌曾一度笑傲中国市场。而今天的立白却能以更高的价格赢得消费者的青睐。我今天又是什么呢？第一，我开始更加了解中国的家庭对洗涤的要求，我研究的是产品本身和消费习性本身。第二点，来自于消费者本身，因为新中产的消费者愿意为性能买单，愿意为服务买单，愿意为中国的产品和品牌买单。立白正用与时俱进的年轻化心态，为消费者打造不一样的新生活。我们在市场研究中了解到，中国消费者更倾向于少量多次的洗涤习惯，所以立白在2016年开始探索比较适合消费者使用习惯的凝珠，从15克到8克，再到5克，经过多轮的消费者测试，发现消费者更倾向于8克的凝珠。于是2019年开始，立白品牌聚焦于8克凝珠的全面推广，终于在2019年底成为凝珠品类领先品牌。为了打造不一样的立白，
一直以来，立白在主品牌创新方面不断突破自我。随着生活品质的提高，新时代女性消费者更加注重产品功能的细分，于是立白在新品牌布局方向着重发力，推出了新品牌蜜丝。现在消费升级已经是一个大的趋势，其实这里面体现的就是消费者对于细分领域的一些洗护的需求，就女性已经不满足于常规的家庭洗护，现在的洗护已经发展到对于自己的关爱，所以立白我们就开始聚焦在衣物的内衣洗涤方面，在这样一个细分领域推出了内衣专属的洗护品牌，也就是我们的蜜丝。立白正在以全新的新生态体系承诺构建一个以消费者为中心的绿色健康可持续发展的日化产业生态圈，用更优质的产品回馈消费者。中国已具备生产高品质产品的能力，中国人对国货的好感也为新国货的发力增添了信心。2015年的时候年初，我在飞机上就写了一篇文章，说去日本买只马桶盖，没想到发表以后呢，就几天的点击量超过了1000万，所以当时成为了很大的一个新闻的争议性事件。这篇文章让马桶盖成为现象级话题，很大程度激发了中产阶级消费群体对于卫浴行业的高品质生活需求。中国马桶盖从1%不到的市场占有率，现如今增至3%，年销量从100万只增加到550万只，直接推动了中国智能马桶的历史进程。恒洁凭借对中国市场的前瞻性，精准洞察消费需求，成为卫浴行业的领先品牌。2015年，我第一次去到一家卫浴公司，去恒洁嘛，公司大厅门口有2只被劈开来的马桶盖，他董事长姓谢，就跟我开始介绍，给我上了一堂马桶盖的一堂科普课。一开始，我真正知道智能马桶的重要性，还是通过许多进口品牌的影响。但是早在2000年左右，恒洁就已经在布局着中国卫浴智能产品技术。我们相信，只有中国品牌才能真正的做到了解中国家庭卫浴生活的实际需求。我们掌握了近千项的专利技术，建设了超过4000平米的演化中心，带着产品和服务走进千千万万个中国家庭。我们的智能马桶操作功能比如一键巡礼、水线能冲水、活水即热、抗菌技术等等，每一项都是紧贴中国家庭的实际需求的。中国家庭普遍无法做到卫生间干湿分离，因此恒洁采用水电分离设计，并以72小时不间断喷淋测试保证产品的安全性。中国部分地区水资源紧缺，恒洁率先研发出国家专利技术，开创3.5升节水时代。恒洁始终关注着中国消费者的卫浴需求，并通过产品和服务致力于提升中国消费者的生活品质。我们今天第三次新国货运动中看到的新的一个理性竞争，围绕着创新，围绕消费者需求作为两个驱动点来进行创新的一个全新的景象，而不再是之前的 Made in China 中国制造等于成本优势加规模优势，现在是中国制造等于创新能力和对消费者的认知能力的提升，成为了未来的核心竞争力。这个景象在过去5年的围绕马桶盖的卫浴市场中是一个非常鲜明的一个进步。消费品市场的高速运转带动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人也开始追求更多元的体验和更高品质的生活方式，健康的生活状态成为消费者新的关注点。这是南京的一片山坡，上面种满了黑莓，曾经的中国贡献给世界一片茶叶，一片桑叶，今天的中国能送给世界什么？也是一片叶子，一片黑莓的叶子，这片叶子连接的是一个世界，这就是这片叶子连接的世界，我们身体的生命节奏和飞速发展的现代生活的节奏之间出现了不和谐，
于是我们的身体发出信号，我们需要从大自然获得生命的能量。所以现代社会的每一个人都开始更关心自己的健康，大健康已经成为国民甚至世界性的话题，追求健康的生活方式已经成为现代社会消费者的共识。有研究报告显示，我国的80-90后已经普遍处于亚健康状态，以90后为主力军的30岁以下健康消费人群占比超过50%。熬最深的夜，敷最贵的面膜，啤酒配枸杞，可乐配党参，诸如此类的朋克养生法在生活中流行起来。我们身边都会有这样的健康的危机的需求，那我想到大家到底对健康有什么办法，那你靠自己可能去做一些运动啊、营养啊、饮食的这个控制啊等等。那后来我们关注到，就是大家可能对饮食这一块或者营养的这一块摄入健康会越来越重视，所以当时我们就一直留意着，哎，有没有什么好的这个部分能可以切入去。凭借着对消费者健康需求的深度洞察和对市场趋势的摸索，钟良和他的创始团队开创了致力于植物营养的健康科技品牌优果维。秉承着对生命的关爱与敬畏，将每一粒至纯至真的种子播撒在这片生机勃勃的土地上，开始了一场与大自然的合作。当我们刚刚开始的时候，那我们有很多朋友都会劝我们千万不要去碰农业。为什么？大家会觉得农业是一个很费力的事情，但是我们觉得如果我们要从源头来解决这个问题，可能我们就要从种植开始。那我们也意识到做有机种植，那可能一片土地的转换就要花到3年以上，第一年是烧钱，第二年烧钱，第三年还是烧钱，这可能是一个比较笨的方式。但是我觉得做健康食品，它是需要一个时间的沉淀出来的结果。那当我们发现市场上很多产品的质量参差不齐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个是不足以让消费者放心的。我自己也是一个消费者，所以当我作为一个创业者去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就认为安全和健康是我们放在第一位去思考的。在这片土地上，从一片叶子到一个果实，都是生命在跳动。想要释放这些果实里的生命能量，需要科技的力量。优果维与江苏省农科院联合成立了浆果产业研究院，还与中科院植物研究所展开深度合作，把植物营养发挥到极致。不仅如此，优果维对标国际领先技术与标准，成立上海优果维 ACC 国际联合研发实验室，开始面向世界的探索。黑莓它是一个农产品嘛，它怎么能够再用科技含量把它变成有价值的一个食品？黑莓啊，他们被称为超级水果。为什么叫超级水果呢？因为它营养丰富，所以如果只把它当成农产品呢，大家就不会利用到它背后它营养丰富的属性。所以我们就透过一些科研的方式呢，把它背后的这些丰富的营养怎么把它利用好。所以我们透过跟包括这个美国的这个北卡，他们有一个植物营养研究中心，就专门研究这些黑莓、蓝莓的这个营养的成分的。对，通过跟他们合作，以及在上海的实验室，就在我们实验室通过科研的这个方式呢，来去拆解它背后每一个成分，是当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对人是比较有意义或者更有价值或者更对健康有好处有帮助的。为了一种最自然的甜味，试验成百上千次，为了一种品质付出的极致与疯狂。而科技的力量让人类的生命与大自然之间的连接更紧密。具备国际级领先标准的生产线，为优果维追求的安全健康保驾护航。优果维应该就我们现在定义的新中产阶层，是对对。那么他们应该算是理性消费者，对对。就对他自己来讲，不是钱的问题，而是我一年我的营养或者某些的均衡性的事物就靠它了。是，所以你跟他们这些消费者，其实我觉得那么跟以前的消费者有什么区别呢？他们的消费观念中，我觉得第一就是他的自我认知能力更强了，不是你说什么就是什么，他有自己的判断能力。比如我说这个他有什么营养，那可能我要拿出科研的数据报告，甚至比如说他可能自己会去查，美国也有这种公开的数据，他会查哦，黑莓确实有这么多的这个营养是很丰富的。美国农业部他官方就是公开的这些属性，就是以这个水果它确实一般检测有多少种营养素，
这是公开的，所以我们这出去的东西呢，我们给的数据啊什么，客户他自己会判断能力。我觉得这是这一代的新中产他们消费的不同。中粮真正想做的，不只是果，不只是为，而是代表着生命节奏的优。以一片叶子、一个果实、一瓶黑莓作为媒介，让人们回到初心，回到起点。曾经是上海某金融公司高层的他，如今将自己的全部心血都投入到了这片土地上，因为他相信，最好的商业传播是以心传心。其实我们以前是做这个金融投资方面的工作，那个时候感觉这个是一个比较冷冰冰的工作。那当我们来做这个有机农业做视频的时候呢，我看到这个土地上一颗颗的苗长起来的时候，就看到了就像一个生命，一个希望，这是一个人与自然的一种连接。同样是创始人之一的施佳能，伴随着优果维一同成长，他更希望优果维能够永远保持一颗初心。优果维的品牌希望给大家感受到的是一种悠然的生命态度，这也是我们品牌的理念和价值。那其实我们从一开始啊，没有希望说品牌一下子突然的成为一个爆款，相反的，我们希望品牌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慢慢的成长成为一个百年不衰的品牌。在这片充满生命力的土地上，生长着小而美的梦想。在所有人追逐时尚、追逐现代的时候，回到生命与大自然的本来链接里，是超越时间的时尚。大自然会做出最好的安排。真正的爆款是百年的惊叹。我们做这个案例放到新果会挺有意思的。我觉得第一，它这个产品本身其实是外来的一个产品，但其实你做了很多中国式的改造，对，所以这种形态。虽然欧洲人也吃 blackberry 也吃黑莓，但这个是中国人做出来的一个产品啊。第二呢，这个产品本身就它有很多创新，可能你在今天做跟20年前做最大的区别，中国消费者发生变化了，是吧？20年前要打广告，对，是吧？谁品牌想啊买谁的，对，买回去其实搞不清楚，对。但今天消费者他去搜一搜啊，他自己体验啊，对。第二呢，他整个个渠道也慢越来越扁平化了，对，供应链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对。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新国货之间的新。既是产品的心，其实也是技术的心，也是供应链啊。还有一个我觉得可能人群其实也在改变，消费者就大家现在越来越聚焦细分的，就可能某一个人群他就会喜欢消费比较越来越个性化，圈层化，甚至小众化，圈层化的这个消费可能会越来越有这个现象。对，那这样原来就想做个产品卖给全中国所有人，哎，对吧？现在你也不那么想了。对，现在我们从第一天就没这么想过，想我就小而美做好一个群体。对对对，然后这样大家对它的认知度也会跟原来的就会不同，因为我觉得健康类的产品很难你去把它做成所谓的爆品，它是爆品。对，而是我们认为，如果我们想把它做一个长期品牌，可能会花持续的精力去做它。这样呢，就是一点一点的，就像能量慢慢把它成长起来。消费需求更加聚焦的新中产人群，不断推动着消费新趋势的出现。以慢出名的传统养生，也开始加速适应着新时代的节奏。这个受到更多用户青睐、众多明星种草，并获得章子怡、陈数、周鸿祎等名人明星投资的仙炖燕窝品牌，便是小仙炖。小仙炖创新研发了仙炖燕窝工艺，零添加，保质期只有15天，每周冷鲜配送到全国各地的用户手中，让消费者可以随时随地享受到一份新鲜营养的燕窝，开启了燕窝滋补的 3.0 全新时代。从2017到2019年，小仙炖仙炖燕窝连续3年销量领先，中国传统的燕窝滋补方式重新回到现代主流人群的视野。燕窝由于原料难鉴别、炖煮过于繁琐等原因，一直处于认知高却无法普及的状态。即食燕窝虽开盖即食，但含有添加剂，不够营养。小仙炖以燕窝鲜炖的方式，解决了燕窝消费市场中长期存在的痛点和难题，提供了一种更加符合现代人需求和习惯的滋补生活方式。创新往往意味着困难与未知，燕窝行业长期规范缺失，为了让仙炖这位燕窝新生站稳脚跟，
小仙顿开启了无数个从无到有的标准化之路。小仙顿率先建立了仙顿燕窝方便食品 SC 认证工厂，仙顿燕窝开始拥有正式区别于即食燕窝的罐头食品生产标准。我跑遍了大大小小的燕窝加工厂，发现都无法满足小仙顿仙顿燕窝的生产需求，所以2015年我们拿到的第一笔投资就用于搭建生产线和研发生产设备。我觉得一个食品品牌产品是根本，如果我们产品基础不打牢，后面的再多的营销我觉得都是徒劳。时代如何发展，坚守匠心品质都不会过时。小仙顿始终关注消费者的需求变化，坚持要把高品质输出给用户。小仙顿在2016年就采用了海关合规溯源的燕窝，成为行业首批一瓶一码全程可溯源的仙顿燕窝品牌，从源头更加严格地把控了产品的品质，让我们的消费者可以更加的安心和放心的选择。2020年，小仙顿第三次拿下世界食品品质评鉴大会奖，中国传统滋补品再次登上世界舞台。小仙顿以消费者需求为本，不断推动燕窝行业升级，以仙顿燕窝开启了燕窝 3.0 时代。中国的新中餐里面出现了很多女生，她愿意为美买单，为自己的脸买单啊，然后她也消费得起这样的产品。那剩下来是你能不能够提供这样一些个对她们美好生活需求、对美需求的一个产品。因为小仙顿它是开发了一个新的品类，它产品能够保质保量，第二呢，它在工艺上能够有创新，然后这个产品只要找到好的消费者，它就能够形成一个爆品和一个新国货的一个代表类产品。悦己消费已然成为当代新中产人群最重要的核心关键词，在吃穿住行的方方面面，中国消费者为品质生活付费的能力在不断崛起。咱们讲新国货，很多都围绕家嘛。中国人的家和欧美的西方人的家最大的那个区别，那个空间大概就是厨房。全世界最好吃的菜在咱们中国，从家庭的产品来创新的话，厨房是最具有创新性的一个空间。这两位顾客正在给自己的家挑选橱柜，他们今天看中的这套有些特别，不同于以往的木质橱柜，是不锈钢做的。第一套房子购买了一些这种传统的这种木质的橱柜，因为它经常接触到水，门呢就掉下来了，木板就花霉了。5、6年之后就发现里面其实已经腐烂掉了。沈义荣是不锈钢家具品牌法迪奥的创始人，他说自己之所以想到做这个品牌，是因为亲身体会到木质橱柜的局限和缺点。厨房的空间小，然后它在木材的使用呢对是最多，厨房又是一个比较热比较潮的这种环境下，甲醛是在不停的释放。本身也做了不锈钢，做了一辈子，做了几十年了。其实如果我们零利用这种材料，就不存在说会腐烂啊会不耐用这个情况。第二，肯定没有甲醛。沈义荣觉得不锈钢耐用环保的特点非常适合打造厨房，然而不锈钢看起来冰冷有距离，缺少中国人所需要的烟火气。为了让不锈钢融入中国人的厨房，法迪奥花了许多努力。在冷冰冰的不锈钢这个表面功夫给做足出来，是一个非常难的一个过程。所以在我们没有做之前，不锈钢表面做这种有纹路的附着啊处理啊是没有的，是法迪奥第一个公司投资这方面的研发。法迪奥的执着换来了回报，从2016年起销量连续4年增长，越来越多的高端用户开始接受这种新事物。环保的特性满足了新中产消费者的追求。广东省橱柜业商会的数据显示，未来中国不锈钢橱柜行业有望从2%的市场占有率向20%迈进。而沈义荣所希望的不仅是改变中国人的厨房样式，更期待能引领绿色健康的生活理念。自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在强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绿色发展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理念。谁都希望有一个蓝天白云青山绿水，
今天你用了一套不锈的橱柜，就一定少了一套木的橱柜。地球上少砍了一棵树，所以我也希望更多的消费者或者更多的同行，大家都能够走入到这个领域进来，地球才会更加的越绿。这是我们法第二的一个初衷跟一个梦想。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进入到一个商品消费的时代，那么每一代人他对商品的理解就会投影到每一个产品的喜怒哀乐和命运的跌宕之中。就新国货运动，你看它有三个字，第一叫做新，新呢它是技术的新，审美的新，国它是代表的一种文化的属性，然后呢新的技术新的审美最终沉淀在一个小小的商品中。就新国货运动它就是一个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商品进化迭代的一个很生动一个一个的中国故事。经历过来自于洋品牌的冲击、阵痛，甚至颠覆之后，中国人与中国经济一同成长。过去40年，是中国人打开国门和世界共振，开始创造个性生活、享受个性生活之美的40年。生活，成为中国人孕育创造力的宝藏，在生活里蕴藏着新国货的力量。